李前副总统袁处先生追思回顾暨宫殿礼，颁证褒扬令。总统致敬，献花。行山鞠躬礼，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家属打礼。李晨慰灵仪式即覆盖中华民国国旗熔点开始，请主祭官陈副总统就位，献花。覆盖中华民国国旗，国旗副旗官左右两侧入围，相宜进旗，副旗官执旗，副旗。副旗官行跪临礼，一鞠躬。李前总统行致敬礼，献花。赠旗。起灵仪式开始。